水呢是台湾第一位近代雕刻大师哈，那他所做的一个重点就是呢，能够以写实的一个手法，如实的创作出栩栩如生的人事物。那另外呢，就是在作品里面展现的优雅的理想性的美，然后能够表现出他所雕琢的人事物的内在精神跟生命力。那现在收藏在台北市立美术馆的有两件半的作品。为什么说是半件呢？因为有一件他的遗作就是水牛群像，或者说另外的名称叫南国，那是一个就是翻铜的作品。那原作呢是在现在的中山堂的光复厅可以看得到。那现在收藏在北美馆的主要的两件原作，第一件是1926年年底就做完的，就是释迦出山，但是呢它的原来的成品就是为龙山寺专门制作的那一个樱木的雕像呢，其实是在1945年的时候就毁掉了。那我们现在北美馆留存的呢是那一个石膏原模。那石膏原模呢是从那个魏火药家族所捐赠给文建会，然后文建会再转赠给那时候刚成立的台北市立美术馆。那其实是非常有故事性的。那这一个石膏原模呢，其实是黄土水他以一个近代的接受西洋雕刻训练的艺术创作手法来做一尊佛像，然后他参考了很多他在日本所能找到的一个资料，所以他可能有参酌过，也收藏在日本的一个南宋的梁楷他所做一张非常有名的画叫释迦出山图。因为我们这一尊释迦出山像呢的造型跟梁楷的那一个释迦出山就是袒露右肩啊，然后这样子的一个从山里面走出来那个形象是有类似性，可是那只是一个参考吧。更重要的是黄土水自己有好好的去做一个除了佛他本身释迦那时候还没有成佛，然后刚从山里悟道苦思不成这样形容憔悴的走出来的时候，他那样的一个面容当然有他的一些作为一个这样的角色所需要一些特殊的，比如说耳朵要够长，然后头顶有那个螺旋式的发，然后有白袍啊，然后他所穿的那个类似袈裟这样的一个衣服，然后赤脚这样走出来的那个形象。但更重要的是他的面容，他几乎呢其实是好像是一个自画像一样的一个就像在苦思艺术创作之道尚未可得的这样的一个沉思的面容，然后还在想未来应该要怎么样的这样的一个有精神内涵的一个形象。那所以这一尊释迦出山它不是一个纯粹的一个像是拿来膜拜的佛像，而是结合了近代艺术创造的造型以及艺术家个人的一个资料的搜索，然后所做出来的一个就是形象。另外一尊是1928到29年所做的，也是一个全身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就是360度。那这个是木雕就是我们的也是由严国年家族捐赠出来的一个给北美馆的严国年的立像。那这样的一个立像呢，其实虽然不大可是呢它非常具体的展现了严国年在那个事业意气风发的时代他其实经营矿场有成然后又把家族的整个事业拓展到世界去几乎是一个跨国企业的一个志向。那也搭配了黄土水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志向，他来做这样的一个台湾的名人，当然不是只是为了要拿到钱而已，他其实是要把那时候的重要的台湾人形象做出来。因为黄土水在同时也做了很多有名人的雕像无论是日本人或者是台湾人，无论是男士或者是女士的一个重要的雕像，那重点都是要把他的精神性掌握出来。
他展现了延国年跟他的照片几乎是没有什么差池的相似之外，最重要就是在眉宇之间把他的那个炯炯有神的表情跟姿态掌握出来，还有他的皮鞋啊还有衣饰啊整个的材质都掌握得非常好，包括他的立作都是有雕刻的非常棒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品。